是中秋节不烤肉，来代替孩菲菲啊滴咚去远百里面玩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哎呦，哇塞，简直人山人海。这家店位于板桥远百中山店八楼，追风奇幻打，票价200元每张票券，限一位小孩入场，一位大人18岁以上入场。他们也没开了。里面有很多设施，如百万大球池、闯关挑战、超级香蕉船等等。小屁孩玩得不亦乐乎，不信你看。看，连这位地方妈妈，哎呦我的妈，都玩到傻乎乎的笑。最后总结一下 ，CP 值超高的乐园，把爸妈妈家长休息区吹冷气，小孩的天堂，大人的地狱，旁边居然一大堆玩具让你走不了，不信你看这两位屁孩。